应长颈鹿也来定估之。网友爆笑，看到落枕。地球奇迹的一天幕后花絮，金马导演黄信尧现身篇。图加上20001804.18。纪录片《地球奇迹的一天》日前发布的台湾限定版趣味预告被网友疯传，短短4天就有500000次浏览，更有破6000人按赞。其中黄信尧导演的双语混搭旁白成为瞩目焦点。片商这次加码再释出黄信尧导演配音的幕后花絮，影片中长颈鹿为了争妹仔凶猛甩脖子定估值的震撼画面，搭上黄信尧双语神解说，让网友直喊看了脖子好痛，临场感十足。黄信尧也表示，郭台语配音是为了让电影更亲切，他说就好像我在跟老朋友或小朋友在讲一个故事一样。黄信尧导演的双语混搭旁白成为地球奇迹的一天另类焦点。图加上20001804.18。地球奇迹的一天动员超过100人专业制作团队，花费超过1085天拍摄，不仅捕捉到绝美的天然景致，也拍出每一种生物最细节的生态故事。除此之外，更破天荒拍到了地球上最神秘的生物独角鲸迁徙的珍贵画面，令纪录片导演出身的黄信尧都忍不住惊叹。黄信尧坦言，关于动物的纪录片是一门很高的学问，必须花费庞大的时间跟资金去研究调查和呈现。他也呼吁，即使花一辈子也探索不完这个世界，但透过电影能让我们更珍惜地球这个大地之母。